学画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画外星人来了。外星人长什么样呢？它是一只眼、两只眼还是三只眼呢？我们一起画一画。我们先画出一个飞船的外形，它像一顶帽子。在飞船的上面，我们添出圆圆的按钮，然后进行装饰。飞船来到了地球上，画出光芒，在底部画出大大的地球。飞船里坐着一个外星人，我们画出他大大的脑袋、大眼睛，嘴巴也是大大的。他伸出手臂，在和我们打招呼。在他的头顶，我们画出大大的触角。在远处，还有他的伙伴们。我们以同样的方法画出远处的小飞船，画出云朵。接下来，我们在空中画出几片云朵。在地球的上面，我们添出高高的大树。现在我们给小外星人涂上颜色，我们用绿色涂出他的脸。一位绿色的外星人我们涂好了，接着涂出大飞船，我们用浅蓝色沿着飞船的外边线从外朝里轻轻地涂好，接着我们用深一些的蓝色，最后我们用普蓝色把飞船涂好。我们用红色涂出飞船上面的按钮，加上一些黄色，底部的光芒我们用浅黄色，加上一些黄色，我们用橙色把这些灯涂好。远处的小飞船我们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把它涂完整，橙色、红色，再加上一些黄色、粉色的光芒。最远处我们涂出绿色的飞船，加上浅绿色，涂出浅蓝色的光芒。地球我们用绿色涂出，加上深绿色，绿色的大树，再涂一些浅绿色，棕色的树干，最后我们用黄色涂出天空。我们先用土黄色，接下来我们用黄色把背景涂完整。好了，外星人来地球我们就完成了。这是贝尔的世界，喜欢我就订阅关注我哟。